我们是拍了醋。我们是 Pilot School， 我是佩佩，我是雅，佩佩，我是凯莉。很多粉丝呢都会好奇，来主场附近呢可以去哪里玩啊？那今天就交给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看。那我们要怎么去啊？我们有帮你们准备两台车哦。哇，那我们 Let's go！ 耶、yeah, ！今天我们出去玩，谢谢 Suzuki 赞助我们两台车。这一台呢是 Sweet， 那让我们一起出去玩吧，走吧。耶！那这一台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开的 Sweet， 没错，那它是红色的，看起来超下趴的啦。这个颜色超级可爱的，还有魔术大空间，再怎么样多的东西，其实都塞得下哦。噔噔，哇，你看这个平常是基本上是可以出货用的行李箱了，这样一放就滑放进去了。车上这边也都还有非常多的空间可以做使用。噔，我们还有魔术大空间，这边一推就下去了。不管你有多大的东西放，都可以在变速空间玩，非常的方便。啦啦，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分配到的车 ，Ignis。我非常喜欢它的颜色，它是经典的米黑色，超好看的。而且它的车型比较小，像我不太会停车的人，感觉很适合我这样子。你们看，魔术大空间。因为我们今天要出来玩野餐嘛，所以我们就带了很多东西，然后一定会有一个大行李箱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平常很常换衣服啊，或是带很多套衣服拍照呢，所以我们也会准备一个小行李箱。那这样一起带呢，这个后车厢也塞得下，我真的觉得很厉害。那如果我们平常更多女生东西更多，因为女生给洗很多嘛，对。这边它的后座这边只要稍微推一下往前，哇，就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放东西，超赞的，都不怕放不下。桃园街机的朋友，这台车非常适合你。哎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我们现在要去买一家很有名的叫家乐波士顿派。好，那我帮你导航。好啊好啊，这个超酷的，它可以连接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， 听音乐跟导航都是很方便。对啊，它在上面就可以直接点。那我现在就帮你用好了。我是不是很不是废物附加？你是有在帮忙的小助手，有在做事的。好了，我们就到了，在这边，那我们下车去拿蛋糕吧。Let's go， 草莓。现在要出发的地方是一个咖啡店，对，太神秘了吧？我跟你说，我直接纯导航没有跟你讲，就是我你看，我要做功课，你不可能先去拿菜单。我先拿菜单，因为这间很有名，它叫什么咖啡，它已经开了很多间分店，但是是从桃园发起的啊，它是有开五六间，对，好像蛮多间的。然后我就觉得它很有名，我说好，大家也可以就是知道这间咖啡店就可以。很近，这家餐厅离球场只要五分钟的车程。刚凯莉坐上去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它有比其他车坐起来？对，因为其实我算平均身高，可是你知道它旁边有个这个，就是可以高层坐，就是它可以把你的座椅往上调。哦，对，就你视线，如果你是比较小只一点的人的话，你的视线你看不到前面的话，视野就会比较好。对，然后如果你比较高的话，你就把它往下，然后你就是。就是可以调整你的，调整你最舒服的状态。对，是的，这个很方便的，因为不是
每一台车都是。而且就是你跨上去的时候啊，就有些车子你跨上去就是会撞到，不是会撞到，要不然就是哦很辛苦，不能很优美。然后像我们今天就是穿这个裙子会比较短一点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很优美、很轻松的直接这样坐上来，也可以美美的，不会就哦，还要遮什么，怕曝光什么。而且因为它车门可以开很大，所以女生不是一堆包包会在这边弄撞来撞去的，对，不用担心磨到车子，真的超赞。来到了旅人咖啡，请从一起进来吧。你看这个 BBB 了，对，离外旁边的车太近，对啊，它就有这个提示，对，就有这个主动侦测前面有没有车或是行人。哦，这台车我有听说它是非常的省油，嗯，因为像是刚刚我们就是发动啊，对，或是加速的时候，它的声音震动啊，或是噪音都非常的小声，嗯，就不像有些车就是你要加速就会有那种声音，嗯，对对对对对。因为它是油电车啊，比较省油啦，因为就比较符合小资女或者刚出社会的人，不然就是油钱真的耗，其实也是很花很多，对，很花钱，对啊，就非常适合刚出社会啊，想要拥有一台车，嗯，对，然后可能又顾虑比较多，对，或是还比较不是很熟练，对，毕竟刚出社会的人就是可能经济能力还没有到特别好，可能需要通勤嘛。感觉蛮推荐的，是，而且最近不是很流行用奶茶色，对，而且这个颜色就是如果你穿搭，你要拍 OOTD， 对，就可以搭着车一起，咖啡色系列啊，奶茶色啊，就比较安心，对啊，而且它的外观其实蛮中性的。哎呀，看我秀，加油！来哦，就可以的，开秀。来哦，我给你看。你好，这个线。好，看看看，别怕了。不行，这怎么不行？哦，哎，好帅哎！抱歉，有一点偏歪。来，回来。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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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。你要问我们，你觉得你们的默契好吗？还不错吧，应该还不错吧。看哪一个事情啊？跳舞应该还不错。跳舞的不错，不然我们来玩这个东西。哇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噔噔噔噔，两人三角之类，我们是大考验，两角，四人两角，感觉跟跌死我们。默契其实没有那么好，然后就是这么好，直接没自己勾。我告诉一下杰士。我们现在要前往虎头山环保公园。对，虎头山之前是一个垃圾掩埋场，然后现在好像是变成景区，可以去参观拍照，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去野餐。晚上是重点了，晚上是
看夜景最浪漫的你。听说它又有什么星星公园之称？对对对对对。我上次有去过，然后看夜景。它那边是真的很漂亮，而且还有小屋。哦，小屋吗？还有公共厕所。嗯，感觉那边也很多装饰艺术，可以去拍照看。对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就去看一下。好期待哟。而且像现在我们开去虎头山的路上，上坡，一路上都是斜坡往上，这时候油电车就非常的节能又省油。对，而且它踩是不是很不错？而且它的油门踩起来很轻巧，像这台车开起来非常的轻巧。台北市有线路啊，就很少很难回转，这样子回转就可以一次过关。有，刚刚有一次过关。还有什么路边停车小台的，这样啾就进去了。到了，佛山岛，佛岛公园。现在看那个前面的画面，倒车显影很需要。有，有一次进去了，哇，完美，谢谢。耶，野餐啦！野餐。哎，那你们俩刚刚是去买什么？这个草莓不是盾牌，这个超厉害，它需要电话预约。这个对啊，哎，它看起来超漂亮的，还是我可以直接这样吃一个人汉堡，直接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买的。好，这样子的。哦，这个是花椰菜披萨，然后这个是他们店很有名的，它是点披萨。好甜。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试试看。好，对对，还有这两个。早午餐的话，这个是绿咖喱的早午餐，然后它是他们这间店才有，因为他们有6间分店，然后只有这一间才有这个绿咖喱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经典款的，然后有培根啊，然后什么薯条、沙拉都有。你点一个就直接吃到饱。还有那个呢，就是他们跟隔壁他们店，他们串联名款的联名 beat 这种概念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吃。哎，还有这个饮料，对，这个是桃园才有的03，然后因为会取03，就是他们电话号码的最开头是那个03，桃园是03，对，就那么简单，也很好吃。对，所以也是他们很有名的饮料，开吃，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吃吧。哇，那要从哪个先呢？我想吃披萨，好想吃披萨，好想吃。梯田啊也超漂亮的啦！感谢 Suki 陪伴我们一整天。来，我们从场不知道去哪里的朋友，赶快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。再次感谢 Suki， 让我们有充满活力的一天。耶！出去！出去！